我们不是明天早上才要选东西吗？你们现在就来啊？这么迫不及待啊？向你学习啊！您时差没倒过来吧？那要不然我回去。等等啊，我们明天要去拜访几个工作室，车程都在一个半小时以上，你确定不用多休息一会儿？小看我。 行，这是明天几个工作室的资料，做一下功课。